喂 ，Hello， 你好。Hello。你 ID 发我吧 ，ID。哦，好。嗯，我发现陪玩小姐姐她的声音都是有一个特点，都很甜。什么特点？是吗？嗯，都很甜。你喜欢吗？我喜欢男的，我是 gay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嗯，当兄弟们，我不是 gay 啊，我跟小姐说我是 gay， 我喜欢男的，我不能伤害她，对不对？像你后台有照片吗？像你后台有啊，有照片啊。就作为你优秀的陪玩，怎么可能没有照片呢？没有照片，照片是本人不？现在这假照片太多了，假照片。那看你想看本人还是想看网红？哎，我叫你刚才叫你给我发个照片，你咋没发呢？我发过去了，你要看到我吐了。哎，这是你吗？这是我。你长得好像八十年代的人。八十年代？为什么？就你的照片的风格有点像八零后。港风是吗？像那个 Beyond 的那种感觉， Beyond？ 那个年代的。是吗？比较摇滚嘛。比较摇滚。你喜欢穿牛仔服啊？没有没有，平时我还有很多风格的。我觉得你的声音比你长得好听一点。什么？你觉得我长得不好看吗？没有，你可能你发一张现代的照片可以吗？你那个照片有点八零年代了，发上那个九零年代的照片给我瞅一瞅。那这样吧，我给你发两张，你给我发一张行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我现在给你发了。你给我发一张。你都没问题，那我也没问题，我给你发了。可以。我觉得我还行吧，没有说就你说的那么古老。还可以，你长得还可以啊，长得。我就说嘛，就问你，第三张是你吗？第三张，你在日猫吗？你在？我怎么说话呢？感觉你在开车，可是我又没有证据。这是你住的房子还是艺术照啊？后面那张是在朋友家。我现在已经不养猫了，以前养。以前养了七只猫，一度啊就把自己都已经养自闭了。七只猫，哇好。对，你觉得就每天铲屎啊，当铲屎官，每天给它铲屎的时候就太难搞了。那你给他们遛狗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要给他们狗狗就是捡便便？那肯定，那是肯定的。那是肯定。那我们就同病相怜。哦好，你好骚啊！你是不是穿着品如的衣服，还同病相怜？脸。咋回事呢？那我拉你，等一下。你好像魔教中人岳不群。我怎么是？你是魔教教主吗？你为什么这么说，小姐姐？啊，因为最近这个梗很火啊。嗯。一会儿你下棋必备指指点点，好吧？我下棋必备指指点点，可以。没错。看来我的身份暴露了。啊？什么？你身份暴露了？身份？看来我的身份被暴露了。哪个叛徒暴露我的身份了？哪一个叛徒啊？那我就没有必要给你爆照片了，我就没有必要了。还是想看，就是你私人发给我的是不一样的。我私人发给你的是不一样。好，那你先想。就大家都没有见过。大家没有见过。好，给你发一张，给你发一张凉快的照片。哇，这个刺激的吧，真。嗯。你发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？你好骚吧？没事。没有没有，比你还是差，甘拜下风好吗？比我还，我好。不及你的万分之一。哦，可以。你信不信给你来个五星差评？别别别，我错了。这谁顶得住啊？来嘛来嘛，快点！就是咱们不要像个婆娘一样磨叽好吗？磨叽。好，给你发一张。可以发张凉快一点的照片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可以。嗯。好，我发你了。嗯。哇！我还以为真的是你呢。真的是我，我操！跟我差不多，跟我差不多，跟我差不多。你刚 P 的吗？刚 P 的，不是，这以前我很久拍的，很久之前拍的。对，以前我的身材就是这样。啊啊、以前我的身材就是这样，身材。很棒，很棒。嗯。